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三种非常实用的绳结打法。首先第一种迎宾节的打法，户外帐篷压风绳，此结链是非常的实用的。双绳圈在针里缠绕两周，奔下方拉出来，回到下方，伸头掏回来，压回主绳，拉紧手里。受力时呢，节点不发生改变的啊，非受力呢可自由的调节，大家请看，向后向前都是可以的啊。户外晾衣绳也是非常的实用。第二种半扣活结的打法，打一个半扣，掏出一个绳环，副绳短绳绳头折双塞进这个绳环中，拉紧受力，左右拉紧同时受力，形成的结点是不缓结不开扣的，非常的实用。解绳拖拽绳头，用力一拉，轻松解开。第三种啊，绳头折双绕一周压回来，上方绳环提动，副绳折双拉进来，翻转一下，结点就形成了，越拉越紧，非常的实用。向上推也可以牢牢锁紧。解绳同样的方法，拖拽绳头快速解开。